下次就让他们怎么样把玻璃碗弄碎了。就等下是整盆拿起来摔吗？拿肉。宝宝，徐峰家里面加了什么？胡椒米酒，然后加一点糖。胡椒米酒，人家一般是把那个调味料抓进去，然后是把肉汁抓出去。我要请你帮我摔肉，要力量的来。哦，现在今天因为他们来都搞一些活的，让他们表演。先抓一抓，抓一抓就来。下次就让他们怎么样把玻璃碗弄碎了。就等下是整盆拿起来摔吗？拿肉。宝宝，徐峰家里面加了什么？胡椒米酒，然后加一点糖。胡椒米酒，人家一般是把那个调味料抓进去，然后是把肉汁抓出去。所以里面放了梅干菜，对，这样吧，啊，来一点蛋白，先要先拌匀，对。健美，台湾人越来越多人练这个。哦，我觉得已经有点像一个流行了。现在也蛮流行女生去练屁股这一块。对，就是大家都想练蜜桃臀啊、翘臀啊，对，就觉得有肌肉、有曲线、有肉量的女生，现在开始是大家会觉得好看。那我们早期在练的时候，走在路上，人家都会觉得你很奇怪。怎么样？你要看她的蜜桃臀吗？我想把我的臀练成海豚。对面有试吃哦。好，来小猴猴转。撩开。是米泽，我们要试吃什么？我们这边试吃的部分就是大虾头。汤头啊，汤头，然后我会再把刚才这个蟹脚的部分，帮你们待会把它剥开。虾脚啦，虾脚长得太像蟹脚了。对，因为太大只了。来，我们各就各位，准备试吃来。换我们选题目，来啊，语文题，你先。我不知道什么语文题，来准备，来，题目是，请问下列哪个成语没有错字，请抢答。What？ 啊？没有，一鼓作气，走投无路，嬉笑怒骂跟触目惊心，没有错字，没有错字。第一，触目惊心，恭喜答对了。哇！哇！看一下，打鼓的头，这个头是谁头的头？犀利在你那个犀，犀利在那犀。对呀，何龙 ，Sure why not？ 这个难，他可以。他跟我有比，这是比手腕对不对？哎，然后来上去，准备手腕没办法。第二题，加油哦！题目是：参加健美比赛前，饮食控制十分严格。请问“严”这个字是什么部首？哇塞 ！A 口部 ，B 喊部 ，C 铺部 ，D 杆部。来，请抢答。A B C D 就好了。A B C D， 恭喜答错了。再来猜一个，一定 B。恭喜答错了。A 跟 C， A 跟 C。C。恭喜答错了。好哎，运气很好哎，他两次都在赢的。来下一个 ，A。哦，来，说盐，来盐巴是盐。科隆和娃娃的身材得到了许多人的赞美，得到许多人的赞美，请问赞。有几话 ？A 二十四 ，B 二十五 ，C 二十六 ，D 二十七，请抢答。啊？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啊！到了，不好意思，我已经拿起来了。二十五话，恭喜答错了。二十四错了。第二六二七选一个。二十六话，恭喜答对。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科隆太喜欢这个皮蛋豆腐加酱油，那这好吃了，这比较好吃。哦，可以了，可以，这 OK， 这 OK。科隆好像没有什么不 OK 的。这可以了，没问题。这比鸡肉还好吃，我们那鸡肉，我们真的是三种最呛的一个。我的好好吃，刚结束的天花板还蛮高的。